正哦，这个你看哦，这都不是我讲的，雄青，这你要帮我做更简。这谁讲的？果冻讲的，延长赛谁讲的？王金平讲的，明星球员受伤谁讲的？朱立伦讲的。你看他们在想什么？在想什么？他们的心态跟吴子嘉有什么不一样？哈、啊，韩国瑜你有大条的哈，我一丢出来大绝招就挑衅个 GG 的哈，你赶快丢出来啊！因为你们不是要拼初选吗？啊，王金平不选了哈，你不，所以你看国民党的这些太阳这些大佬的心态，好，我讲这个，我还是再次对这个柯志恩还有李永平两位前辈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讲这个，我们国民党不好意思就对了，不是，因为我要讲心里话说，到底是我不知道国民党在想什么，如果最后的结果好有奥布出来的话，那韩国瑜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国民党？哎，为什么不要制造分裂、哦？我为什么要制造分裂？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国民党的，谁跟你分裂？我们本来就不是同一个党、啊。不要制造国民党分裂、哦。对，我对你，你右政已经去用站家两面头卡、啊。嗯，你被国台办操控，你被特定媒体操控。哈、哦、啊，我劝你不要去，你还去什么？用站家那民调已经掉下来了，你还跟国民党绑在一起吗？韩国瑜的民调掉成这样，第一个他表现不好，我讲句实话，这个很公正，他表现不好。第二个是被郭台铭狂轰猛炸，谁也受不了。哎。大傻逼耶！我怎样的给你 get 这么多媒体人转向，啪啪啪啪啪，他们本来都是挺韩国瑜的，嗯，这种本来挺韩国瑜、修理韩国瑜，那个效果是 double 的。你打电动就知道，那个效果是 double 的。一个个巴雷，开用嘛，无法多啦，每看面三缸的绕赛，基本民调趴在地上了。那我是说，韩国瑜跟他支持者想一想说，啊，那留在国民党是安那 ？Q 零八 gay 哦，你基本是八面钱的哦。要去想嘛，那你国民党你要沉沦，那你去沉沦啊！国民党2016怎么输的啊？不就是这些人输的吗？不就是郭台铭的巴迪马英九弄输的吗？不就是郭台铭的兄弟王金平弄输的吗？那你要跟他抱在一起，你去洗肉啊！啊，莫看台湾韩粉，跟我那有什么关系？